今天噔噔噔噔噔，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过年的东西嘞。哦，这好大，要贴哪里啊？现在已经好多过年的礼盒哦。就送你行李箱哦。哦，为了这行李箱，我要买，买哪一个？我不要。哇，这一盒也太大了吧！这一盒应该就是行李箱，是不是？做行李箱。春联。林夕，你有没有看得懂哪一个的春联？这种字在哪里？有没有？爸爸念这个给你听：川流不息，财源畅。还有爆竹频，啊，那个字频传迎百福。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春联？向大家恭喜啊！红包，这是山珍海味招财进宝的。